下面请您欣赏情义谱，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谢谢大伙儿。刚才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对，好多人都纳闷，挺好的人怎么叫烧饼呢啊？这我一小徒弟来的时候这么大，小圆脸一脸的雀斑，我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这么就叫开了，起的名字。哎，其实有自己的本名，哦、他姓朱，嗯，他叫朱建峰，对，朱见了都疯，嗯，嗨，是这么解释吗？艺名叫朱云峰，云字辈的、啊嗯，哎，这个烧饼是乳名，嗨、哎，昵称算是，嗯，这两个孩子下去休息一会儿去，嗯，换上我们两个人来，嗯，我可爱跟谦哥在一块了，是啊，合作十几年了，嗯。从您身上学了好多那个不应该有的东西，这净打我身上学坏的了。不是我身上没有的东西，从您身上全学来了。您客气了，长知识。嗯，跟您一比就完了。怎么就完了？好多人都说，哟，郭德纲还不错。嗨、嗯，得分跟谁比？哦，跟孩子们比可能还行，跟谦儿哥那没法比。你又这真的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怎么呢？有一句老话形容咱们两个人，怎么说呢？就说我跟您比啊，啊，好比是。王先生碰见玉先生，怎么讲？差一点儿。你瞧，嗨，这话说的不能这么说啊！我要跟您比，我就是马先生碰见冯先生，这是差两点儿。我跟您比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这个差三点儿。嗯，我要跟您比，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您这是差四点儿呢。我跟您比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了，这个是差五点儿。你看，我要跟您比，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您这是这不知道差多少点了。我跟您比，好比是王先生碰见王麻子，带着汪太太和熊太太。嗯，后边跟着俩孩子，一个叫天牌，一个叫九饼。哦，一个长雀斑，那个一脸的麻子。嗯。一个手里边包着石榴，一个吃着芝麻烧饼，哦，后边还跟着一只斑点狗，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好家伙，你算算多少点吧？这算不出来了。这个愿意跟您在一起交朋友，谢谢您。老话说得好，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怎么讲呢？鸟随鸾凤飞腾远，嗯，天下有很多的鸟，嗯，民间传说这些个鸟每年都要去一趟古西天雷音寺参拜如来佛祖，哦，去朝圣。但是鸟跟鸟不一样啊，嗯，您好比就是凤凰，凤凰，嗯，百鸟之王，嘿，凤凰好，二八加重，自行车啊，二八加重，凤凰的，我不知道怎么捧您，反正啊，反正了不起的凤凰鸟，是那鸟，翅膀打开好几丈长，那么大啊，裤衩裤衩，你就上西天了。没上西天，我这奔菜地了，我这是，哭嚓哭嚓的，这个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废话，这动静不对。我好比是一只麻雀，哦，小鸟，小翅膀打开了就这么大。嗯，我要想去参拜如来，费劲费大了。怎么？什么时候能到啊？哦、太占您个便宜。怎么占便宜？站在您的后背上。哦，站在后。你打开翅膀。好，我站在你后背也打开翅膀。哦，泰坦尼克号嘛，这不。这什么模样？咱两个人一块儿就上西天了。哎，对，船就沉了。鸟随鸾凤飞腾远。哦，人伴贤良品自高。人要和贤良的人在一起。哦，这就是我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您客气，您就是贤良。嗨，贤妻良母。哎，啊，我能是贤妻良母？贤良的人，您又夸下实话。嗯，这实话、嗯。真正交朋友可有讲究？什么讲？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您得具体说一说，一个一个来说。可以。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嗯，就说两个人呐，身份高低太悬殊，不一样，一个高很高，嗯，一个低很低，差远了。比如说就咱们俩人，咱们俩怎么样？您身份很高贵。我怎么高法？你高的您在33层天的上头，玉皇大帝凌霄宝殿的那个顶子上头扶着避雷针站着。我这找雷劈呢，我这太高了啊。我很低。怎么低？18层地狱的下边有一个小煤窑，我在煤窑里边挖下水道、哦、好家
这不能再低了都。就这么一高一低，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哦。哎，说到现实中，我好比是一个很落魄的人。哦，没钱。上有老，下有小。哦。生活不如意。是。都有死的心了。嗨。可是呢，为了一老一小，我还得出去给他们挣钱去，得奔去。十冬腊月了，外边天气很冷，嗯，我只有一身塑料的服装。塑料的做服装，抱着一堆报纸，嗯，顶风冒雪出去卖晚报，卖报纸。推开门走了，街上一瞧，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呀？嗯，风搅着雪刮在身上，跟刀子似的，嗯，硬着头皮往前走，看报纸。还吆喝买报纸，嗯，看新闻，嗯，郭德纲又打人了，嗯，嗨，好家伙，这就打两回了，嗯，不是又打人了吗？新闻都是假的，你忘了，嗯，这句是啊，看报纸啊，嗯，往前走，对面来一个人，啪嚓摔到我跟前了，又怎么回事？一把就扶起来，你怎么了？啊，这个人脸上啊都没有血色，哎呀。我是一个农民工，哦，出来打工一年了，嗯，老板把钱都拿走了，哎呦，我现在两天没吃饭，饿的。听完这个话，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是是，穷人可怜穷人呢。您还可怜他？他两天没吃饭了，嗯，要不然我就给他吃一口吧。他要真饿死了，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不是，他也未见得就吃流食呢，现在。您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您给他吃什么？我打家出来带了两块烤白薯，烤白薯也叫红薯，也叫山芋，也叫地瓜。不是你搁在这儿烤完热啊？搁在这儿干嘛？热热乎乎出来，贴着身子搁着，为了保温呢。你以为呢？我以为你带着土豆呢。不要这么窝窝戳戳，这什么词儿？这是啊，给他吃，这别嘚瑟，说事儿不是就完了吗？掏出一块来，真给，嗯，吃吧吃吧，嗯，你给我，你还有一个，啊，行了行了，别美了，他拿着吃，嗯，怎么样？找到你老板的下落了吗？对呀，啊，找到了，哦，我今天就可以看到他在哪儿？他在科尔沁草原。哎呦。就吃着走，道上吃，啊，这对对，别耽搁了，别耽误道啊，嗯嗯！他走了，嗯，我顶着风还往前走。哦，谁买我的包？还吆喝。对面来个女孩，嗯，长得很漂亮，哦，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嗯，他不会买我的报纸。嗯，他没有零钱。你怎么知道？报纸写着今天是2月15号。嗯，昨天2月14是情人节。嗯，2月15号走了街上还拿玫瑰花的人，说明昨天晚上没回家。你这人饿死都不多，知道吗？都什么样了，还有心事琢磨这个？善于观察啊！这时候观什么察？往前走啊！打这边停了一辆车，哦，下来四个人，穿西装打领带。这是先生您好，哦，我们是给濒危物种募捐的，哦，请您给我们100块钱。哟，兄弟，嗯，在我这儿100块钱就是濒危物种。这嗨，有日子没瞧见了。他们走了，嗯，我突然间觉得饿了，哦，要不然，啊，吃了吧，赶紧吧，刚要咬，嗯，打身后来辆摩托车，哦，这小子这快，哎呦，一把就给我抢走了，哟，嘟，跑了，嗨，我这还有人活路吗？就是啊，把我气的，我正着急呢，啊，他到前面掉头回来了，啊，摩托车到我身边，啊。拿这白薯，啪！这是，我还以为 iPhone 5呢。嗨，哎，这我还以为咬着硅胶了呢。现在都不用硅胶了，是？哎，那用什么了？白薯。这么大岁数，有意思吗？说这废话，您这啊，他走了，我眼泪都下来了。干嘛难过？人活着太没有意义了。嗯，打身上把圆珠笔掏出来了。嗯，我要自杀。圆珠笔怎么自杀呀？我把生命线划断。这嗨，你缺德不缺德呀？你一点都不疼哎！这是玩的时候吗？哎，心里正难过的时候呢。啊，又打身后，谁呀？于谦来了。
怎么知道是我来？一边走一边唱着昆曲，只有你。哎，我喜欢这个。从小我们两个是发小啊，又是同学，对，一个班一块长大的。嗯，他家里边太有钱了啊，听昆曲长大的。是，一上街走着走准唱昆曲，我爱这个。听声音就是你啊，我唱的是。大姑娘美了这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是昆曲吗？这个我就不懂，反正打小你是这么蒙我们来着。哎呀，说多少年了，我都我一听是你，赶紧把头转过去。不见面，不好意思，太穷了。哎呀，他转到我跟前乐了。嗯，我一猜就是我的父亲。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管你叫父亲，在一个班里边一起长大的、啊、小的时候做游戏啊，玩那个娶新媳妇儿、啊、他总演新郎官、嗯、最漂亮那个女孩呢演新娘子。嗯，他说我长得挺寒碜的，让我演他的父亲，他就是为了糟践我。哦，我这是糟践谁就管谁叫爸爸是吗？你准是，我赶紧叫他，不是不是不是，别他那咬着牙，就是就是就是，还非认准了。我这才抬头看你，看看吧，真是有钱人啊。怎么呢？穿着一身蕾丝的西装。这我得拆多少裤衩才能改这么一件？微风吹来，浑身上下直抖了。哎，好嘛，跟个扑棱蛾子似的。是，我要化蝶。鼻子这戴着一个一斤半的黄金的环儿，我这刚耕完地来的。左眼抠了，换了一个南非的粉钻，这不是作吗？太有钱了啊！我站在这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嗯、啊，他问我，你怎么了？是，就这一句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哭什么？哎呦，你不知道、嗯，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讲出来了。他也很难过，是，哇、哦，我也哭了，眼珠子就下来了。对啊。眼珠子能下来，粉钻安的浅啊！好嘛，冲下来的，捡起来。嗯，哦、就是喜欢干净，安上，安好了，不要紧的啊、哦，不就是没钱吗？怎么办呢？我给，那我给。这时候把支票本掏出来了，嚯、哦，右手一伸手，又打屁股后边，这是，掏出一杆金笔来，甩甩上面的血。这是金笔，这俩糟钱花的。嗯嗯嗯，撕拉撕下来，给。哦，我接过来一瞧，怎么？200万。哎呦，这儿都愣了。啊，你没当回事儿。是，金笔一使劲，又插回去了。又插回去了。好家伙！我说谦儿，嗯，你这可没签字呢。嗯，好、哦，我太顺手了吧？我这个签完字啊，好家伙！日期啊，行了，我这过瘾呢，滋喽滋喽的。有钱人的裤子有很多的口袋啊，装不同的东西啊。在你的裤子上单有一个口袋，是吗？就是后腰往下一点、哦、有一个窟窿、哦、顺着那儿把这笔插进去的。这还是插屁股里去了，我这笔搁哪儿了？我就我不管你那个啊，嗯，拿着，我都傻了啊。你以为嫌少呢？哦，把这粉钻抠下来了。嗯嗯嗯，给了，我一手拿着钻石，一手拿着支票。哦，不敢相信呢。那是你很开心。哦啊，嗯，花完了还找我。哎呀，嚯、啊，哎哎哎，这行了，原地打转啊，您这啊，挺好。嗯，打这起我有了钱了，念谁的好？念谁？您啊，我给的钱，这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对了，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这句话怎么说？再给你举个例子。哦，您，嗯，好比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主流的相声艺术家吧。嚯！我还艺术家。下午4点钟，大家出去，嗯，跟朋友们打麻将牌，哦，玩一玩。最后一把牌推了，一看表，凌晨7点半吧。哎呦，我玩了一宿，天都亮了啊！早上7点半，嗯，哎呦，想起个事儿来，怎么了？昨天下午出来是因为孩子发高烧。我什么记性啊？我这是，儿子发高烧72度啊！我儿子都快能沏茶了，这都。你是出去买药啊？啊，把这茬给忘了。哦，当时就傻了，满脸上写满了内疚啊，不好意思，赶紧回家。嗯，到家一推门，嗯，媳妇儿抱着孩子坐在那儿，面沉似水，生气，他很尴尬啊，满脸上写满了内疚，肯定是。先关门吧。嗯，啊，一脸的内疚啊。哎，这媳妇儿瞧着，嗯，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是，你走了一宿啊。你的心里还有这个家吗？嗯，还有。嗯，谁在你脸上写了这么多的内疚？
真写一脸内疚啊，这什么人这是？因为到后来玩牌没钱了啊，人家给你俩人写字什么的，这好嘛。哎，没什么聊的了啊，这是离婚协议哟，签好了给我打电话啊。嗯，我带孩子回娘家了，是娘俩拉着箱子开门走了。嗯，你傻了，那是看这离婚协议40分钟啊，难过，不认识字，这不是废话吗？不认字看40多分钟，撂下吧。嗯，照照镜子，一脸的名人字画啊，行，洗了吧，洗了吧。嗯，洗完脸躺下睡觉，一觉就到夜里11点半，又睡了一天。坐起来，屋里觉得很压抑。哦，孩子也不在，媳妇也不在，灯也黑着。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呀？真够惨的。大家出来吧，嗯，顺着马路往前走，溜达来溜达去，半夜12点了，夜里也累了，找一马路牙子一坐，歇会儿，掏出根烟来，还抽烟。这是多大瘾呢，我这就这么抽，有3根就肺癌了。这咽了，我把烟都吃了。好嘛，弄这嘴烟沫子，又掏出一根来，没过瘾。马路这边，嗯，来了一辆粉色的法拉利敞篷跑车。哦，车到跟前就停下来。嗯，车里坐着一女的，啊，28、9岁，好岁，4个字的评语：美艳无双，漂亮。一回头看你，嗯，王先生吗？王，你这儿。我说可以是啊，可以是，这叫什么回答呀？打么打么图。嗯，站起来了。哦，那女的瞧瞧你，嚯，赶紧啊，哎，2步就上了车了。嚯，车门一关，走了。1个小时到哪儿了？开到一片别墅区。别墅，超豪华的那种别墅区啊，进了一个院，院子里边四周都是绿植，各种的树，正当中有一5层楼的大 house， 5层的，1楼是一个游泳池，还带泳池。这女的在前面走，嗯，在后边跟着。你先等会儿，我这要取经去是怎么着？我猪八戒的范儿吗？这不是叼着烟？哎，这嗨，拿烟干嘛？进来了，嗯，一进来大厅，大客厅，上楼梯，嘿。2层、3层，哦，走到3层，拐角这出来小女孩，谁？4岁左右，不到5岁。哦，妈妈，你回来了，回来了，闺女。那叔叔是谁啊？嗯，你别问了，叫叔叔。嗯，叔叔好。哎，啊，好，这闺女回屋吧，啊，别出来了。嗯，孩子回屋了。哦，女的带你上5楼，上，一推这门，哪儿啊？一个卧室，卧室就像这会展中心这么大。这么大一大卧室，正当中摆着一个双人床。这是要让我拍片子吗？他要让你拍片子，你就说亚麻地。不是，这什么格局？这是这有钱人的生活啊！啊，就这样了。你打这边跑那边，1秒钟，嘟，跑那边去了。我真快。你吃了神奇小饼干。怎么什么都有啊？这里头，这女的一回头关上门，嗯，哎，你洗个澡吧。哎呦，你身上都馊了，好，都闻见了，嘎着我都小茴香味儿了。什么味儿的？哦，你跟这儿啊，脱衣裳啊。嗯，哎呦，全脱了。我也喝出去。哎，进屋洗澡去了。嗯，3楼住那小孩啊，嗯，小女孩，怎么了？孩子跟屋里正玩的娃娃呢。提他干嘛？电话响了。嗯，一接电话，喂，爸爸好。哎，乖宝贝，你干嘛呢？玩呢。妈妈呢？妈妈和一个叔叔在卧室呢。嗯，声音愣了。嗯，你别挂电话，把电话放边上，到楼道喊一声，你就说爸爸回来了。哦，电话搁这，孩子上楼道，卯足了劲儿啊，啊，回来啦！哎呀，你是刚洗完澡，哦，又打那屋出来，哦，哎，
我就愣这儿了。这女的也傻了，坏了，她回来了。对呀、啊，你这怎么你？哎呦，这不巧，来不及。这没事，怎么着？一指窗户，底下是什么？对，就是一楼那游泳池。啊、行行行行行，怎么了？推开窗户啊，一抬脚干嘛？就踩在这窗台上，往起窜，蹭！哎呦，脑袋冲下啊，奔游泳池跳水。这是五楼啊，踩着窗台往起窜，嗯，就得和六楼冲力大。脑袋冲下往下钻，嗯，下沉式的游泳池，往底下吗？这游泳池得下沉了三层，哎呦，上下就得合七八层，那么高。可是打小您就是学校的游泳健将，我就会这个。唯一遗憾的是，这是冬天。冬天怎么了？大头冲下，你算这高度吧，七八层啊！啊，这是这个吗？那女的扒着窗户看，喷了一脸的血。好家伙，这不摔死了？摔死了！哎呦，小女孩又回屋了。我喊完了。哦，好闺女，嗯，那个叔叔呢？叔叔在游泳池里摔死了。啊，游泳池？啊，咱家哪有游泳池啊？嗯，哎呦，对不起，小朋友，打错了。哎、呵，哎呀，我这死的太冤了，我这。报警吧，去啊！警察也来了，兽医也来了啊！兽医来干嘛来？这大夫也来了啊！验尸，血肉模糊。哎呦，找来找去，找出你那身份证啊、电话本啊。他摔不碎。一查头一个有我的电话、哦，打电话叫我去料理后事、嗯、带着抚恤金给你父亲送去。啊、哦，你报信儿。你父亲97岁高龄，就这一个儿子。哎，老头去年刚出狱，你说这玩意儿。心里边你先等会儿吧、啊、我爸爸还进去了，你爸爸23岁耍流氓逮起来了，嚯，刚放出来啊，这流氓耍的真不值、啊、父子团圆、哎、我得去，哎呦，我心里难受啊，太行了、啊、一进门你爸爸97岁啊，老头一个人正跟那一个人打麻将牌呢啊，这没听说过一个人怎么打麻将牌，连连看，呵，瘾太大了，哎，拿过这信封来，嗯，老爷子别难过，谦儿死了，这是人家赔了300块钱啊，300，我就值300啊，老头抻出2张，嗯、啊，别讹人家，还给人家这个，这是讹人家，打这起我照顾你父亲啊，这就好造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就这么解释，哎，哦，最讲究的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你再说说吧，那个咱俩人就不合适了，怎么了？你看前面这俩能说，嗯、第三个打比方他自己都不信。怎么呢？他得有这个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这可是好交情。俩人就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哦，哎，你跟今天这主持人，你倒可以。您说的侯震啊，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待会儿给大伙儿单独介绍。嗯，就这大脸蛋的这主持人，呵，他叫侯震，嗯，相声泰斗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对，就是他。哎，少侯爷，这是、啊、是是是，这个、他们俩人行。嗯，第一是发小，嗯，第二又是师兄弟，对，亲师兄弟是啊，你跟他。倒是能过这个交情，我们能说成这样，那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那您说说，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现在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吧？哦，做买卖了，刚刚签下一单生意来。什么生意？美国人的一个买卖。哦，哎，好多人去了都没签下来，就你去，当时就签下来了。咱人缘好，东海岸到西海岸挖一条海底隧道，这么大的买卖，别人去不成，你到那儿就签了。东边到西边挖一隧道，海底隧道。嘿啊！你签下来了，我好啊啊！嗯，签完之后，你跟你父亲扛着铁锹就走了。你先，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打着扛着铁锹挖过去。美国人说了，啊、哎，一个在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爷俩对着挖。哦，爷俩一对面，就按一条隧道结账，这就成功了。结果没碰面，你瞧瞧，美国人按两条隧道结的账。哎，俩人都挖通了，你这了得起吗？好嘛啊！给钱吧，那美国人讲义气，那是你想这得挣多少钱、嗯、你一半，你爸爸一半分了，你爸爸花天酒地啊，花钱吃饱了没事，老头马路边坐着、哦、来辆车，粉色的法拉利敞篷跑车、嗯、来个女的，王先生吗？你爸爸说可以，是这女的贼上我们家了，是怎么着，紧着我们家人糟践。好了好了，你爸爸这茬咱不管了，别说了，就说你啊，对，有的是钱，吃喝玩乐哦，一天到晚的尽情的享受吧，就花钱呗，到后来花钱都觉得没意思了，是老花钱有什么劲呢，就是，哎，这么有钱我不能打光棍儿。哦，没结婚没媳妇儿呢。哦，这要找媳妇儿得找一个好样的吧。那当然了。闻听人言，温哥华那儿有一个世界选美大赛。加拿大温哥华。坐汽车你就去了。汽车。坐反正不知道什么车，到那儿车里还说话呢。啊。哎，温哥华到了，有下车的请出示车月票。好家伙。还坐的公共汽车。我哪知你怎么去，反正有钱人呗。哦、要不就骑着大马去。啊，行行了、哎。我把刚才死掉。这这下下。下去吧，反正到了，到了，到了，就到了，就到了。进门一瞧，嚯啊，跟会展中心这么大一屋子，
又这么大，前面搭了一台，哦，底下都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富商啊，有钱人，有钱的。正当中第一排，第一排的正当中，那是你的座，哦，您是 VIP 中 P， 嗨。我这名怎么那么臭啊？有钱人都坐满了，你头一院，正当中头一院。哦，坐中台上各国的美女啊，展示选出来美女上台才艺展示啊。啊，好，我得看看。这儿上来一个啊，站那儿表演一段什么才艺？哎、刘大哥讲话离太呀偏，河南的。哎，又上来一个 啊，二八家院啊，小梳妆啊，东北的。又上来一个，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河北。这上温哥华干嘛去？这个。在保定找一地儿就办了这个，你这钱花不出去，这那也这不糟吗？你就坐在正当中，叼着烟卷不满意啊、哦，不看不上。哎呦，这通抽，你可没想到二楼什么？这儿有一包厢啊，有人看上你了。谁看上我了？就在这个包厢里边啊，坐着来自非洲的阿依土鳖公主。哎呦，她打墙缝里出来了。嗯。公主穿着树叶，带着一脑袋鸡毛。好，谁认识她呀？这一巴掌宽护心毛啊！好家伙，公主跟这儿坐着呢。啊啊啊！旁边站着宫娥台女，什么太监、总管啊？哦，哎，陪着公主。公主拿手一指正当中的你，她说我，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乱七八糟？打定县过来的吗？这不是？问这是谁？哦哦哦！旁边总管给介绍，嗯、这是来自中国的 VIP 中 P。对了，哎。于谦先生是是是，他的父亲叫于谦，他的祖父叫于谦。哎，这别这么介绍。公主点点头，是那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嗨，就会这么一句。简短结束，公主瞧上你了啊，跟你一说媒，公主非常的爱你哦，准备下嫁，这好事儿。下嫁还了得吗？啊，所有超市都没有卖的了啊，这下嫁了啊？什么下嫁了？这怎么我老听说下嫁就是嫁给我了啊？就嫁给你了。对了，为你抛弃了非洲的所有的生活。是啊，那些富庶的生活，那些个田地，那些个山窟窿，那些个狮子长脖鹿全不要了。哎，这嗨，那也不是他的。跟你回北京过日子。好，你也对得起公主。我在前门外租了一间平房，俩人。哎，我太惨了吧我。嗯，人都舍了，人跟我住平房了。你是有鸡贼的心态啊？你怕他是憋着惦记你财产来的？哦，来间平房先过着，要行的话再买大房子。你先试试。哎，前门外前门大街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平房。十平米，十平米大平房，屋里有一个十平米的床啊。那就是地面高出来点那个。结婚了啊！结亲朋好友前来贺喜，好啊！半夜十二点喝完酒，人都回家了。是你们两口子把鞋拖到院里进屋睡觉，睡吧。屋里连搁鞋的地方都没有。你想十平米的屋，十平米的床啊？啊，那倒是。鞋搁在院里，关灯睡觉。嗯，刚关上门，就听外边啪啪啪砸门，来人了，侯爷来了，侯震。哎，啪啪一砸门，嗯，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啊嗨。口头语啊，咱们是朋友，结婚不告诉我？是哗啦啦门一打开，哦，公主拿手一指，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嗨，他没别的，你告诉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是自己人。对，公主点头，嗯、上炕睡觉，没听说过。自己人就上炕睡觉啊！侯爷把鞋脱了院里关灯睡觉啊，真睡。你躺在那边，公主躺在这边，侯爷躺在正当间，这什么姿势？把他穿房过屋，妻子不必啊。哦，侯爷可说了，睡觉踏踏实实，别胡想。哦，只要胡思乱想，天打五雷劈碎了你。嗯、这劈我呀！一晃半年就过去了，住半年。这天清晨起来，侯爷说：“跟你商点事儿。”哦，你找房搬家吧。这我搬家？不是，你找个房，我搬家吧。这就对了，老在一起不方便呢。啊，就在院里租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哦，哎，两家斜对门，是好的跟一家一样。包括到后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嗯，平时你不在家，侯爷帮你照顾家里的一切，有交情吗？就这么好的交情，嗯。有一天你出门演出去了，哦，走了有这么一个多月，哦，一个多月回来一进门，哟，怎么了？院门口自个儿儿子坐在那儿正哭呢，哟，浑身直哆嗦，好像孩子很害怕。哎呀，你听着急，怎么回事？这不对劲，赶紧往屋里冲。嗯，一进屋一瞧，哟，这怎么了？公主一丝不挂，躺在床上正抖了呢。哟，哎呦，这是心脏病啊，这是血压高啊。是啊，赶紧看病去吧。啊，穿衣服。嗯，打开大衣柜。怎么了？侯震在里边站着呢。嗯，也是一丝不挂，好光着。当时你就急了。那是，姓侯的，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是啊，我拿你当兄弟，你对得起我吗？真是，你嫂子病成这样了，你不弄她上医院，你躲在这儿吓唬我儿子玩？这是这事儿吗？这。就是这个人，侯爷，嗯，
后来他们三口人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三口人，哎呀，相声都是假的。嗯，刚才这是真的。哎，谁说的？跟他在一块十几年了。嗯，正式搭档是十几年。对啊，就在舞台上表演啊，但是认识不止十几年。那多了，小的时候在一起，包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都在一块儿。是小的时候一块儿同学那会儿，就爱跟他斗。是吗？他比我大四岁，从小就是拿着当个老大哥。是。傻实在傻实在那种，就是你想说相声的孩子就是小坏蛋，嗯，但是他那会儿就大几岁十几岁，我就大都爱跟他斗。我那会儿最爱干的游戏就是，嗯，他只要一上厕所，我准跟着，干嘛？于老师站着一撒尿啊，我准来到后边，哎，这淘气，裤子给他扒了，大伙儿都乐，嗯，他这儿不吃茬，也不生气，完事儿半天，谁扒的我裤子啊？啊。我刚反应过来是怎么着？老是你这都可乐啊！啊啊！有的时候第二节课他上厕所，全班人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这个还跟着、哎、我跟着去啊，到那儿、啊、走！哎，又来裤子扒了、嗯！哎，完事他也不生气，从来不生气。嗯，有的时候回来教室还问谁扒着裤子啊？越来反应越慢，我这是善良，善良。完见天这样，我也习惯，他也习惯了，我还习惯啊。有时候他自个儿到厕所站着半天都不动。啊干嘛？就没人给扒裤子。哎呵，哎，老实。我这不会脱了自个儿的啊。到后来就找校长去了。那是，郭德纲老扒我裤子。对呀、啊。校长找我、嗯、啊，你别这么逗。他实在比你们大几岁，当个哥哥似的，是吧、啊？以后再敢扒他的裤子，我告诉你说，请家长惩罚。小孩就怕请家长，这请家长挨打。嗯，反正记住了，那不能再往下扒了。嗯，但是他上厕所，我还爱跟着，还跟着。他站着尿，不能扒了。嗯，走。哎，提上去。还不如扒下来呢，您这个提上去了啊！校长找我，你干嘛？你老扒的裤子？嗯，我说我就好玩儿。另外可好玩儿。另外他不穿裤衩儿、啊。谁呀、啊？人家他小时候不穿裤衩儿，从来就是弄一条单裤就完了。嗯、什么叫内裤、短裤、裤衩没穿过？后来都嚷嚷动了。回家之后，他跟他妈说：“嗯、人为什么还要穿裤衩呢？”这呵，他妈说：“哟，傻小子，就穿吧，明儿穿吧。嗯，别弄裤衩穿不惯啊，有什么好处？”穿裤衩又干净又暖和，对，穿上裤衩了啊，穿上真难受，啊，不习惯，到厕所解手，嗯，想解大便啊，他可习惯了脱外边裤子，不习惯脱里边这个，没脱，短裤没脱，光解外边裤子，嗯，蹲那就方便，嗯，方便完了站起来啊啊一提上，系好了回头看，真干净，哪儿干净，什么都没有啊，好多新鲜，好干净哎，啊。回到教室一坐，嗯，好暖和、啊。不着急，不着急，还有时间啊，尽量多说一会儿。嗯，这个去年就来了，今年又来了，特别喜欢墨尔本这个地方，是很安静啊。嗯。谢谢，特别的舒服。嗯，行，我听你的啊。我今天肯定不走，我是明儿的飞机啊。嗨，嗯，来了很高兴。我们澳洲行传媒公司做的这场演出，嗯、包括我们这个冠名啊啊，澳洲祥福是挺大的一企业，据说在 CBD 那边外边盖房，嗯，盖特别高的房哈。哦，盖地上三层。啊、地上三层，地下还42层呢。嗯。哎嗯，挺好啊，到了，挺好。包括这个，我看这两天，澳洲那叫什么工党领袖，嗯，安德鲁，嗯，安大哥是吧？安大哥，还转微博是吧？就祝贺这场演出，是，这都得字儿的吗？都是啊，哪儿就都得字儿的？郭德纲、安德鲁，哎，这个啊，挺好，他是我们师兄弟，德云社澳洲分社的书记，嗯、哎，这，啊、反正这我也算熟了。嗯，好多地儿我也都认识了，是啊，好多朋友在这儿住，包括逛街我也不陌生，都熟。吃那越南粉我也去吃啊、哦、啊，他媳妇那家他爷们那家我都吃过。哎呦呵，好家伙，我挺熟他们家那点事儿啊。嗯，这个净打听闲事儿了，您好听这个，嗯啊，对，挺好，吃粉不在这个、嗯、挺好，挺开心。嗯嗯，明年我刚才后台跟他们聊天，嗯，我跟演出方还说了，我说这个明年搞一澳洲的巡演吧，啊，哦，什么布里斯班啊，阿德莱德呀、啊，哦，坎培拉呀，演出季、嗯、啊，再把新西兰那边也
搁了一块儿啊，大洋洲弄个七八场是吧？嗯，你算一，先来墨尔本啊？行行，反正早晚这点事儿呗，是吧？嗯，那我要来，你还来不来？我们从这儿开始把票钱收一下。这你嗨，急性子您这。你就万一他不来了，把钱先压着，也是个事儿哈。嗯，没事儿，你来不来咱们都是朋友。是你听盗版盘，你也是我的好观众啊。哦。因为有人说，哎呦，又买了您的盘了。我说谢谢，你又支持盗版啊。嗯。外边卖的光盘，反正我印象中啊，我有我签字授权的，只有一场演出的。对，就是我们头一年做商演，在天津连着搞了五场，在体育馆叫还乡，叫、哎省亲那场，回乡省亲。那个主办方是我一个朋友，一哥们儿，我说你胆子真大，敢在体育场干相声，连接五场、嗯。我说我把这五场的视频的版权送给你，嗯，啊，你随便去卖去吧，能挣点钱挣点钱吧。只有那五张盘是我授权允许，剩下所有的盘没有一张是我授过权，是我拿过一分钱的没有，啊，但是都有版号啊，都有版号，嗯。嗯，挺有意思的事情。得了，这个谁都得吃饭。嗯，我这人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心态挺单纯啊。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啊。谁呀、啊？好吧，算我没说。啊，这自个儿都含糊。谢谢吧啊，大伙儿这么鼓励，花了这么些钱来听相声来，嗯，我都替你们心疼得很，真的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哦，好，好极了，你上来，嗯，你上来，嗯、你上来，天太热了，带老朱也洗一洗吧，我可爱跟观众逗了、嗯，也就是相声的这么逗，你说芭蕾舞、交响乐，你来回试试，这不成，早让保安给打玩不行了，艺术的形式不一样，嗯，我觉得这儿挺好。啊，因为今天也不错，你看这也没有送礼物的，买东西都没有啊。嗯、因为我去年我在台上说过，送礼物、小礼品啊，花送太多，我说别买了。其实我是客气客气。哎嗨，你们这样有点不懂交朋友。玩笑说玩笑，可别花钱。嗯，你买票就花这么多钱，您再买礼物，说两句话，我心里不落人。嗯，啊，当然了。每张票钱我也得对得起您，你花了八百，花了一千了，这一晚上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是花钱买不来的。对，你花八百块钱，你这晚上你高兴就值了。哦，你坐在家里看八百块钱，你乐得出来吗？看钱乐啊！晚上吃完饭没事，数出八百块钱来搁那儿，嗯，看着乐，你乐得出来吗？嗯，你乐出来，你那个病八百块钱治不好。对，嗨，这不是神经病了吗？当然，有人说就愿意送点小礼物，送谦儿哥。哎，我送我送他，你送个电吹风啊。干嘛非沾这电器？送过电笼子呀、剃须刀啊、什么就这充电器，这都行。小电器，哎，就他喜欢这类东西。嗯，这是我们后台的科学家。这嗨，真的，德云社第一个用苹果手机就是他 ，iPhone。哎，德刚，你瞧我这，嗯，一键花开，嗯，你看这视频，这是录音的，嗯，这游戏设置、啊、通话这个啊、嗯，你看这个，嗯，飞行模式，对。我神经病吧，我缺心眼，我这么试飞行模式摔得粉粉碎啊，那还不摔碎了，拿个塑料兜啊，拿个勺都㧟进来，摔成什么样了，专卖店看看这个，嗯、啊、哎呦，于老师来了，认识，呦呦，喜欢听您的相声，嗯，特别愿意听墨粉，哎好，不认识了，我试飞行模式来着，哎呀可成功了，怎么瞧出来的，嗯，我这我做不了主、嗯，我跟我们经理说说吧，找头把经理请出来，二十多岁一姑娘，嗯，可漂亮了，呵，哟，于老师，于老师，哎呀，太喜欢您了，我是您的粉丝、嗯、啊，都愣这个，什么意思？嗯，我是飞行模式来着，可成功，可成功了，真不嫌丢人，好吧，好吧，您留下吧，明天下午四点您再来，哦，转天下午四点我去了，姑娘等着他呢，拿了一新手机，给您换了个外壳。机芯还能凑合用，但是不好使，再说吧。嗯，这一递，这一接，手机底下藏了一张纸条。哟，女孩那眼睛像会说话。嗯，谦儿哥一接，什么模样啊？我干嘛使这么大表情啊？我分出俩人来，这怎么？哎，我要吃人。回
回去看去。嗯，哎，哎呵，出来找一没人地儿打个纸条。嗯，写的是，于老师，我特别喜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方便时候跟我联系。汗就下来了，干嘛出汗呢？这是个正人君子啊，老实孩子。那倒是，跟女孩说话脸都红，真这样。儿子都不是他的，可谁说的？儿子能不是我的吗？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是人生中第一场艳遇。哦，这艳遇，哎，有戏。什么词儿？怎么出来这么一句？有戏，女孩喜欢我。有戏，咬牙切齿一跺脚啊！啊，人不风流枉少年。干嘛呀？要找个酒店开房，开房。呵，找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啊，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这呵，太缺德了！噔噔噔，冲进大堂，身份证往柜台那一摔，开房。嚷什么呀？我要跟女粉丝睡觉。哎呵，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要最贵的房，至于不至于？最贵的啊，多少钱？这48。哎呵，也没去什么好地方，还有便宜的吗？行了，没有，都是48，就吓着人家。掏出50块钱扔在这儿啊，找钱，谢谢。丢人不丢人呢？找2块钱掖好了啊，拿着钥匙，拿着拖鞋、暖壶、脸盆，这都自己带呀。地下3层，好嘛，住地印子里头了。去黑呀、啊，只有一个灯啊，那个灯泡大小啊，像酸枣。哎呦，这能多大量啊？哎，这间房是我的。哦、放下盆、拖鞋、暖壶、哦，拿钥匙对着锁头，还这锁呢？一推这门，扑啦啦啦啦啦啦，这是蝙蝠。好家伙，我进鬼屋了吗？这不是？端着盆啊，拿着暖壶，拿着拖鞋，迈步进来，坐在这儿掏手机，拿着纸条。哎，我得告诉他，我是于谦、嗯，我很想你，我在五星级快捷酒店地下3层，门口有蝙蝠这个屋等你。哎，找不着了，一摁把它发出去，群发啊，这还犯错误呢？我的天哪！啊，我会发到谁那儿去？那哪有准？我怎么犯这个错误？嗯，又回来了。哎，谁呀、啊？对门邻居那个大姐，她说什么呀？老公在家，明天行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又回来了，这谁呀、啊？家里的保姆，她说死鬼才想起我来。嗨，这都不挨着。又回来了，这个你表嫂，她说马上就到。哎，嚯，急性子。又回来了，这个侯震，她说什么呀？我喜欢你好长时间了。没去。好吧，谢谢吧啊！哎，你们一喊我就明白，想听唱，说相声4门功课，哎，坑蒙拐骗，对，嗯，说学逗唱，对，啊，嗯，唱分2种，一种是本门的唱，是叫太平歌词，嗯，说相声的唱唱什么呀？唱太平歌词，对，除此之外，唱歌、唱戏、唱大鼓、唱小曲儿。那算学，是啊，因为那些个都有专业的演员在唱、哦、所以你唱就是学人家，嗯啊，反正我们两个人比较起来呢，我可能传统的方面的东西会的多一些，哦，唱歌呢谦儿哥更好。没有，这实话，您也会唱歌？唱的不行、哎、我那个歌听不得。当然可以，你看我会一个那个啊，那个嗯、啊、对呀、啊、大腰在冬季是吧？大腰在冬季会那一句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什么味儿这是？我就会这个，哎、嗯，还会那个，你看，叫不上名字来。你唱一我就知道。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哪有这词儿、啊？就在这里。行了行了行了，你爷爷呀？那应该呢？我爷爷。对呀、啊。算我嘴快，我这我还会那个那个，啊。有那个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这好听。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啦。嘿，好，改二人转了，您这我就会点这个啊。但谦儿哥比我会的多、嗯、刚才那人喊了哈，一无所有是吧、啊、这回又翻出假行僧来了、啊、是吧？什么假唐僧啊？哎，假唐僧啊，
什么？这回他们这个好声音里边有一唱假行僧的，你知道吗？这回大伙儿又想起假行僧来了。哦，那你给人唱一个呗。那就唱什么呀？啊，唱一个。因为演员到这会儿三四个钟头之后，一般不愿意再唱了，因为都累了。嗯、但是咱实话实说，你这不光累，疼你都得忍着。这什么话？这不是你拿人钱了啊？是嗨。真唱啊，来吧，闲着也闲着啊。好，假行僧小时候听的，整段得忘了，唱几句啊。哎呦，吓我一跳，您得来。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谢谢各位施主。施主唱得挺好啊、嗯、人都说澳大利亚这个板块上没有野兽啊、我是唱得真好，词儿也好。嗯，什么假如你看有点累，给你倒碗水。是水是水水水。对不起啊，岁数大了耳朵不行啊。嗯、啊，真好真好。是吗？啊，真好。唱的算摇滚歌吧。哎，这是摇滚歌。这是先摇了一下 啊。我后滚一个是怎么着？唱得好。哎，您客气。唱啊，再来一个。好好好，等一会儿那个我喝一口水，让他再唱一个啊。你喝一口水。您喝一口水，您唱一个。我就会喝水。咱俩给大伙儿唱一个吧。咱俩怎么唱？我们俩唱一小曲儿好吗？好、哦。那个不管是上海啊、天津啊、北京啊、嗯、什么河北啊、山东啊、东北啊，各地有各地的小曲小调，是啊，特别好听。有的呢是一个人唱的，有的是俩人唱的。哦，咱俩人给大伙来一个热闹点的。那咱们唱哪个？哎，来个四川的。哎呦哎呦，十八摸。哎呦呵，嚯，口够重的。您这你大老远上这儿上学就学这个来的。来吧，咱们唱一个河北的小曲吧，好吗？哪个？咱们来个小放牛，好不好？哦，这好听。小放牛啊，两个人对唱，哦、问答歌，一问一答，好不好？你出题，你出题，我来回答，好吧？我出题，来。好，小放牛啊。嗯。天上梭罗什么人在？地下的黄河什么人开？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没有回来嘛？那呼嘿！天上梭罗王母娘娘在，地下的黄河老龙王开。哎，杨六郎把守三关口，韩湘子出家。一去没回来嘛，那湖海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出一道沟嘛，那湖海赵州桥儿路半夜修，玉石栏杆生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他烫了一个头嘛，那呼嘿。烫一头干嘛？这什么词儿这是？我老以为这里有你似的啊。老有我。河北小曲儿、啊、哈、嗯嗯、就是东北的小曲儿也特别的多。东北我唱一个谦哥最喜欢的。哪个？青楼悲秋。我干嘛最喜欢这青楼悲秋啊？青楼是一个特种行业啊、嗯、我们表达的是一位有技术的女人。什么呀这是？在工作岗位上思想斗争的一个故事。励志的节目。励志的励志的节目、嗯、你听着、嗯、这不好唱这个啊。是吗？嗯，皓月呀当空啊，如同波舟啊，有姑娘们坐
就在青楼啊，斜倚栏杆两肋交流啊，嗯哎哎哎哟，斜倚栏杆两肋交流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抽烟喝酒惊烫头。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刚才我们说完一段之后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我跟那屋坐了一会儿，嗯，于老师找地儿游泳去了，哎，就这么会儿，不至于，你也不是为了游泳啊，你是为了小便，干嘛含含糊糊的？嗯，怕你丢人。不，您这说出来我就够丢人的了。看见大伙儿，我真痛快。嗯，地儿也大，是好多朋友坐的位置不是很好，对，包括后边的朋友们，嗯啊，你说这边多艰苦，是啊。啊，看不见那儿，头来还有大屏幕。对，你说多高科技现在？哎，看不见这儿，看当初哪有这个去啊？现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整个社会都进步了。是，过去这大屏幕不可能有，这是高科技，以前没有呢。包括手机，过去也没有，这几年才兴起来的。那些年哪有手机啊？啊，现如今行了，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人手一部，互相沟通很方便。对呀，手机也是不停的换代。哎。最早不就是有个铃声吗？你看现在这彩铃多多呀，功能多了啊！我那手机就是如此。你也喜欢听彩铃？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声音，是吗？当的啷当里个隆地咚，当里个啷啷里咚，京韵大鼓，曲艺界的同行哦，接电话。对，大的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京剧界的朋友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媳妇儿来电话了。嚯！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啊，又响了。啊，爸爸，接电话吧。啊，于谦儿，对，去。我都这事儿了，怎么？高科技是吧？什么高科技？显然交情在这儿了。对，都爷儿俩了，还不好吗？就说这个意思啊，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是相声也是如此，相声也一样，二几年的相声跟今天的相声就不一样，肯定是有区别，包括传统相声，嗯、其实每天都是在与时俱进的，都在变化，有人说传统相声陈旧腐朽，嗯，不对，是拿旧社会来说，嗯，演员站在三不管这说相声，嗯，观众来了一听，喝好啊，嗯，掏出钱给了他了，给钱了。转天这位又逛三不管，啊，演员说的跟昨天一样，您就不会花钱了。谁听两样啊？所以说演员要激励自己，把节目弄得每天都不一样。对，到后来说传统相声不好听了，不是节目的原因，嗯，相声没有问题，是因为演员停止不前了。对了，才导致相声的没落，不变化，这是实话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很多演员，很多名家吧，很多大腕，没等学会就红了，哎，啊，嗨，所以说你让他扭回头再学也不现实，他还不认头呢，是不是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两个小演员，对，不像媒体上把我们炒的这样，不是那样，如何如何，或艺术家了，多红了，什么大师了，胡说，嗨，每天我们都互相提醒，郭德纲、于谦，注意，你们两个不比别人强多少，当然，就是两个普通的演员，嗯，一个行业在100年里边，说句良心话，
100年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这行业就火了。你拿京剧来说啊，解放初期整个京剧界才两位大师。哪两位？梅兰芳、周信芳。哦，那是国家封的。嗯，马连良先生这么大能耐才叫著名演员。是，现如今艺术家是雨后春笋，全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我要说给我印个总统，他也给印啊，总统兼神父都能印。嚯，好嘛！嗯，您还要精神物质一把抓，是吧？少说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嗯，我们就是两个小演员，哦，爱相声啊，愿意为相声做点有良心的事情。是，但是还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嗯，也没得到我们同行的支持和鼓励，嗯，都是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们支撑着我们走到今天。就是观众，嗯，一位观众强似100位理论家呀，嗯，这是对我们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把相声弄好。嗯，怎么办呢？多做功课，多学习，多学习，无一日可以休息的。那他老得学，没事看看书啊，啊，看看别的节目啊，嗯，跟别的艺术形式互相借鉴沟通，吸取营养嘛。于老师这点做得很好，我也差着，是涉猎广泛。爱好，你说音乐会啊，什么交响乐、芭蕾舞都看，愿意看这个。前不久咱们这个北辰芭蕾舞团呢，北辰芭蕾舞团排了一个小天鹅，哦，在秦简桥那儿搭了一台，露天的，啊，跳这舞蹈，哦，于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那儿去看，哦，买了前排 VIP 贵宾席，还 VIP 呢，5块一张，哎呀。咱看人花钱都眼晕呐，嗯，5块呀，啊，嗯，买了2张，是躺那儿看，对，嗯，哎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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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不懂的啊，嗯，为什么看芭蕾舞要躺着看呢？大家给解释一下啊。嗯，3个小时演出过去了，于老师眼睛通红通红的，找一大夫一看，您看我这怎么回事？大夫问明白了，不要紧，你一个简单，嗯，下次再看这种演出，这3小时里边你抽空眨下眼啊。我这一场就没眨眼呐，啊，好这个，啊，涉猎广泛呢，我这涉猎的还广泛呢，是吗？啊，多学学多看看是有好处的。是，就拿我们相声来说，嗯，传统节目1000多段，是经过演员这么多年的努力，嗯，还剩下100多段，嗯，啊，这太努力了，这是吧，嗯，但努力就没有了。是需要大伙儿啊好好的学习，嗯，千万别扔了，嗯，说相声跟过日子是一样的。怎么还过日子？今天买一冰箱，后天置一彩电，嗯，你不能今天卖个门，明天拆个窗户，嗯，那是败家子儿啊。那可不是吗？我们很多曲艺形式现如今都听不到了，嗯，其实很可惜，我都失传了吗？天津还是不错的，你说京韵啊、西河呀、啊、梅花啊、单弦啊、烙亭啊，还都有。对，还都保留。到了别的城市，很多曲种都没有了，听不见唱。就拿北京来说，啊，过去有一种北京的竹板书，现在没有人唱了。竹板书失传了。哦，打着7块竹板唱故事。哦，唱大书。三列国呀，东西汉呐，啊，嗯，这说着书说差不多了，嗯，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呱唧，再唱。唱完了再说。哦，好听之极。什么味道呢？给大伙儿学学竹板书。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那就没挑了，全愿意听了。那就这些日子休息不好，嗓子不在家。哦，我尽全力的唱。好，如果哪儿有个崩瓜掉字的，嗯，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嗨，哎，你唱错了，人批评什么呀？满大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2-3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
找我是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好，这是竹板书，竹板书，对，没人唱了。嗯，包括北京过去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哎，小凤调，嗯、哦，也叫北京的铁片大鼓，哎，那可好听，挺好听。对对对，春雨折春金谷田，夏满芒夏二暑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不把分那怨，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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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哎呀，真是好听啊！这段叫《劝妓女》，有这么一段，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了？《劝于谦》。对，没有啊，没改过，不承认了，你知道吗？这还能承认吗？多好听啊！嗯，当年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哎，莲花烙，十不弦儿，莲花烙，对。最早十不弦是十不弦，莲花烙是莲花烙，分着。自打慈禧太后过生日，两者合二为一，哦、搭着班一块演出。是啊，十不弦来说，相声演员用得着。对，我们过去开场演出，相声大会之前，先唱十不弦的发四形，都唱这个。福禄寿喜这么四番，嗯，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福字儿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了个起斗起斗强，哎，对对对，发四喜，哎，就是这个味儿。莲花烙现在也没有了，莲花烙啊，北京河北地区过去唱这个多，嗯，好听，再唱唱。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雅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烙，好好啊，嗯，有点意思。虽然说莲花烙没有了，但是评剧和二人转都借鉴了莲花烙的唱腔。哦，有前身的意思了。这评剧在天津来说呢，是家喻户晓啊，都爱听啊。天津、北京、嗯、华北地区，包括东北，人们都爱。对，天津是评戏的窝子。嗯，多少好角都出在这儿。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认为。嗯，我认为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怎么叫演员年轻化？哎，因为评剧更多的是演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风花雪月啊。你说这个才子佳人岁数太大了，演员扮出来不像，也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咱们天津看戏，嗯，全本的秦香莲，好戏呀、啊！扮演秦香莲这个演员得够70多岁了，那么大岁数，老艺术家，唱的真好啊，唱功好，就是太胖了哦，顶我4个，嚯！那么胖啊，这秦香莲这大脑袋，嗯，半生戏化完妆一瞧啊，好，跟奥特曼似的，呵，有这么比的吗？这坐在我旁边有这么一个天津的小伙子，说句话把我乐死了。怎么说的？哎呀，好秦香莲了啊，这秦香莲都够口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哎呀，嗨、哎。有这么说话的？话糙理不糙，这倒是年轻，他扮出来好看呢、啊。哎，啊，嗯，生旦净丑，嗯，四门很齐全。对了，最早不行，嗯，最早的时候这个评剧叫三小戏，怎么叫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哦，全是小，哎，小戏儿。后来丰富了行当，
特别的讲究。好听了。我认为评剧的小花脸是值得一提。小花脸在别的剧种里边这个丑角啊啊作为陪衬的人物，嗯嗯，评剧里边他算主角。好听啊。哎呦好，嗯，我曾经认过一个评剧的老师。哦，还拜过师。70多岁的老前辈是教过我评剧的小花脸。受了真好，老先生真好，嗯，特别喜欢我。是啊，我每天上家去学戏。哦，后来老头跟我说了，嗯，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哦，我是真喜欢你啊。是是，从明天开始啊，嗯，你就别来了啊，你再来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啊啊，这是喜欢你吗？他特别喜欢我。这不像啊，这个他就是因为上年纪人比较封建。是啊，封建其实来说咱们说不叫事儿，我就是觉得老头对我好。什么事儿？无以为报，我想跟他认门亲戚，啊，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亲戚？我想当他姑爷。哎啊，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也不错啊。他那个女婿反对。啊，人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他挑唆的离了吗？什么人性啊您这是。后来就没再去，嗯，但是跟老爷子学过很多戏。哦，评剧小花脸既注重唱又注重念。哦，唱念。哎，唱念都要求很严谨。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叫杜十娘。嗯，最后一折的时候叫活捉孙父。对，小花脸扮演孙父有一段唱腔。嗯，充分的体验出这个小花脸唱腔的好处。这么着吧，嗯，您给唱一这段怎么样？特别的好听啊。活捉孙父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来一段。有孙父孽代代多少灯光，心思思一念念都是媚娘，貌似花神若柳，飞燕落掌羞花貌沉玉容，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全仗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相爱，投入长江啊，哎嗨哎嗨呀，哎好，哎真是好听啊。嗯，唱得好嘴里还得干净呢，还得清楚啊。啊，一个字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听不见不行。包括评剧的小声我认为也非常讲究。小声啊，挺拔刚劲呢，有一个风格啊。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演员，哦，唱的小声我觉得就不太到位。怎么？他松懈。哦，比较松懈。哎，你唱那戏听桥楼打夜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了，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怎么了？我怕他说我学他。嗨，太难听了。所以说评剧啊得把它研究到了家。是，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唱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嗯，不太适合唱这些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哦，大事儿不善于表达，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国家大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哦，这好。呵，电影演的火。对对对，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嗯，用评剧移植上演了列宁在1918。评戏的闹了很多的笑话。那怎么唱啊？他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哦，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什么味儿啊？化妆可都一样。哦，列宁沾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嗯，这儿来得出来。哦，也这样，一张嘴是老评戏。怎么唱的？十月革命刚成功啊，国库紧张粮食空啊，我列宁好，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呀呵，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啊，论顿大大大大唱了浪贼雷唱大不得唱，要唱列宁。嗯，假作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列夫，哎呀哥，上前听分明。哦，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嗯，天到了这半时分，啊，不见回城。嗯，哎，还摆姿势呢，这
后边上瓦西里，哦，唱河北梆子肩板，怎么唱？吧嗒，嗯，唱黑唱的浪唱龙咚一个龙的唱，杀出了东宫啊，生了逼的宝，打嘟噜呢，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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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锵，嘟。出来光的光的光的光，嗯，枪出粮食好几包，哦，梦想黎明，嗯，崔宝高，啊啊啊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的是的，这个，啊，这太难听了，这个。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就是就是。很多的对儿戏，我认为好。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嘿。这个戏是家喻户晓啊，名段好听，嗯，小生跟旦角，嗯，两个人较劲的戏，是啊，其中有一场叫背地写状，我认为是精华。怎么叫背地写状？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打算死，不告状了哟。姐姐杨淑英来了，嗯，你不告不行啊，啊，写下状纸来，姐姐给你进北京城传狱状去。他去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啊，姐姐趴在这儿。让兄弟在后背上写这状纸，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太伤心了，特别的好听。嗯嗯，杨乃武这会儿有一大段肩板转快板，呵，好听。再唱唱这段怎么样？啊，肩板转快板，啊，我是愿意唱，但这点光唱不足以表达情绪，还要怎么办？必须要做戏哦，还要演戏。这是两个人呢，进人物，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他姐姐杨淑英。哦哦哦，我能唱杨乃武，是谁来这杨淑英啊？您别看我，啊，我倒是豁得出去，但是我不会啊。这不要紧的啊，主要是听我是，哎，你配合一下，知道吗？哦哦哦哦，你就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啊，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这一说完了，我就赶紧拿起笔来，连说带唱，哎呀，就齐了，就听您的了，特别简单，我就这么一句。没问题，来来啊，来你啊，来遍听听啊。哦，还要验一遍，多新鲜呢哈！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是这词儿吧？没错，词儿对了啊。哎，来说说一遍，刚说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有点情绪，声音再高一点。哦，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是人物，你稍微的，你再，啊，再高一点点，高啊，长个调门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好多了啊！哎，这真聪明啊，哎！你再高一丁点不点点，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个姐姐是宫里出来的，太监是怎么着？急撩急撩的这个啊！你这怎么着？你高点，还得在情绪上，你再你就稍微高一点就行，高再高点吗？再高点，嗯。我就算了吧，就这就更不是人声了。这个行也差不多了啊，我也歇过来了啊，嗯。哎，嗨，您要歇着，后台也能歇着。就这一句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我这抄起笔来，腾腾腾腾腾，连写再唱，这点地儿说实在的，主要听您的，就听这个好吧？来，那咱们来着说，这就开始了。哎，来，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呀。真怕呀，多新鲜呐，做戏嘛。说完这话啪你就扔那儿了，我可爱看这个了。你爱看像话，我再摔个好歹的。你趴桌子上就行啊，桌子上啊，就趴这儿就行了。来啊，你说多新鲜，快，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被子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那杆笔了，你早说好不好呢？你忘这茬了，你知道吗？不是，就这遍戏好趴这儿了，你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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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开始了，大伙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操！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杨乃武打小老师就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别介绍剧情了行吗？大伙儿都得知道这故事啊，全知道，这儿还趴着一位呢，您没明白吗？把你茬忘了啊。啊，对呀，啊，都知道杨乃武了，太清楚了，不用介绍了。哎，对，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擦，
小白菜这人呐，说小白漂亮，行了，他要叫小撇咧，这完了，知道吗？耳冬瓜这都看不了，有叫耳冬瓜的吗？水灵这都行了，行了。人物也不用介绍，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大家全了解，没有废话了，不说别的了，这就开始，再来啊！于老板您辛苦了，哎，您甭管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躺车躺浪躺隆咚一个隆的苍，这人可也不错，你说我干嘛你？说我干嘛你？这都是你唱不唱啊？我怕你挑眼，你知道吗？我是不挑眼，我的腰都快折了。小心眼儿，你知道吗？你唱不唱吧、啊？这就开始了。那咱本没废话，兄弟，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唱谁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天好写边装，悲痛难忍。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流系统，专保丝绸海良民边保险，故此请官官相护巡抚汤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喊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贪官风卷残云来。大唱唱的吧唱才，您这是杨乃武写状啊？哎，郭德纲杀猪，去你了！